的是快乐，是体验。糖果，这个的考试规则就是我拿到四个球。好，您的练习时间一共有十分钟。我走了。刚下去就，那个得直接趴在上面，是吗？啊，康总，再考一个吧。啊，又十个！哎哇，巨款，巨款！贵贵金。我在想自己这一切是不是值得的。那第一天跟第二天的集体学习我都错过了，可能性格决定命运吧，可能我的这个性格跟我的选择决定了我可能在这个岛上的命运，可能出发的比较晚一点点。我接哥哥，你今天赚 up 了。对，啥意思啊？今天我们水上有漂流瓶的，已经有自己水上工具的人可以拿自己的水上工具，不需要花钱，直接去拿漂流瓶去寻宝，寻到的宝藏可以换最低一个金币，最高20个金币哟。赚饭今天，现在你已经地位飙升，是不是？真的。然后你有3个水上工具，别人是可以租你的水上工具的，他们要多少钱来租，你自己定。你要租船吗？我不要，我自己考。我们这次捡到的漂流瓶数量不限哦。是吗？咱今天啊主打就是什么，就卖漂流瓶。哦，卖漂流瓶，100%中奖的几率，我们卖给他们。有点东西，哎，这是个好生意。我今天就在这儿了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对，2分钟一趟，咱全清。走，今天主打就是一个互帮互助，互帮互助体验。风浪越大鱼越贵，是你看看。直接2分钟。好，注意一下，我们时间只有2分钟，2分钟到了必须不停止了。好，虎哥，咱俩一人一边，可以，别竞技。OK， 咱俩友谊第一。直接2分钟，3、0、0。好，好。虎哥，他这都是拴着的。是，我跟你讲，去盖子，去完盖子就好。对，去盖子好拿。是的。哥，还有吗？我有，我这边都弄完了呀，一条。10分钟。现在你们都回到起点，然后把藏宝图拿上来。好，好。你先把瓶子放上去吧。我已经弄到，我没拿瓶子。哇塞，你为什么要拆瓶子？咱不是说了吗？只拧盖子，拧完盖子飞回去。哎呀，我把船拉上来。对，你得拉住。你们看，这什么？今天我们有纸船悬赏，你们坐纸船从这里划到那边再划回来，没有限时，只要成哥就双人船60，单人船40。姐姐，难得一次的赚钱很多哎，你的翻身就靠我们交通中心。双人船，来吧，搞。我
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赚了，多少得把这个赚了。好，我开始了，来吧，我开始了，可以吗？那我帮忙嘛。好。三面。宝贝呀、啊。四姐，你好厉害呀！谢谢，你简直就是手工达人呀！哪有，是没有小婉姐姐帮忙。我两个，我们是互帮互助的好姐妹。咱就是缠保鲜膜。行，来，再来点，再来点，好嘞，可以。哎，越来越好了，我感觉你是我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来来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来来来，你去那边，你去那边，露丝来，喘两口，喘两口，没事，这个太沉了，主要是。哎，太费体力了呀，这个。太晒了，太阳公公出来了。对，马上中午。对。可以了吧？你们下面也咱可以，把它立起来。它主要就是，就是把它翻一桩，再叠往上，快成功了，快成功了。我也觉得。它真的不是那么容易，咱想的简单，还做两个，对，虚脱了。虚脱了，可以了吧？笑什么？你六十个金币，你们可不得好好做吗？是啊，我们现在就是。你想我们一罚罚十个的，你多赚点。哎，我们可以这样商量一下，我们把这个船做完之后，我们就放这儿。然后呢，你们拿这个船，租给别人。没有人会租的。你给他一点 title， 比如说限量版，或者是那个幸运版，做了今年得发大财的那种。也没人租，这都没人租。不对不对，我刚刚不对不对，我刚刚概念整错了，怎么了？不是，腾哥，你听我说，是这样的，我刚才把我的概念整错了。实际上什么概念呢？是我把这个就是租给你们，对不对？你们给我钱呀，得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。是不是？我们考了驾照，把船放在这里，你应该租给别人啊。对呀、啊。你别想套我，你把这个租给我，就跟你租给别人一样，我不想要。很干脆，我告诉你，不要白费口舌。你来了时间长，你就会知道跟腾哥就是没有用的，他太坚定了，铁面无私、啊，铁面无私，就是你费一天口水没有用，你知道吧？省点劲吧，宝宝。咱不是这个事儿，我们不要说什么体面不体面，这个事情它是情分。咱给你卖了个车，卖一车给你，是不是一个道理？咱卖一个车给你。然后你作为村长，对不对？谁？你想想，如果是村民，村民给你送东西，你是不是不好意思要？
你是不好意思要，你先说，你好不好意思要？没有一个，你不好意思要，你不好意思要怎么办？你就必须给我们拿一点金币出来，这样子。我不是村长，我只是瞪大口问和江宗忠行走。那你有没有权利做决定？我们的规矩就是我们定的。对呀，对不对？岛上就是我们是做主，每个对不对？那就是这样。那你们可以选择这样。哪样？你说。你把这个纸船可以租给我们，哎，好，所以租金50吧，60呢，还是30呢，还是50呢，都可以。腾哥，我觉得这是人情，对，没关系，就是你给多给少，对，咱没关系，给多给少咱都行。你看你多善良，腾哥人真好。哇，那就这样，我决定了。你们先划，如果成功了，我给你们30。对，然后你如果想要再租给我的话，就算你没有划成功，这个租给我，我也给你60。漂亮，明白，有人情吧？我懂了，一共你们可以拿90，最多90，最少60。明白，明白。腾哥，真的，真的，明白。腾哥这人，真的，腾哥，重感情，真的，腾哥，真的，腾哥这人没事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露丝，你懂吧？我都懂，腾哥，我都懂，真的，加油，加油，这里有你。是这的福分，没真的没有，从那么小就那么有人情世故，没是。行了，腾哥，你成了，成腾哥，成了，腾哥。行，突然我劲儿都来了。文总，先把船划了，宝贝儿，走。一个人下是吧？他下，然后我帮他那个掩护他。哎呀妈呀，你能行吗？能。慢点啊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哎。对，没事啊！天哪！好凉快啊，露丝！好舒服，是不是？我们进去了啊！抓90个金币啊！天哪！一下发财了，露丝，一下子变富翁了。暴发户了吧？那你会的，就靠你自己的勤劳致富。我现在看一看，机车清洗是什么？就是要到交通中心给他们洗车。我接这个。腾哥，我来洗车。招聘。现场结算，交通中心。哎呀，我洗啥车呢？我们这儿有3个，您可以选一个。我选那个最小的。这个也是最脏的。旁边的蓝色的也是最脏的。那就是旁边的再蓝色的。好的，就这个了。然后你要选这辆车是吧？这里面有3种工具，你要选哪个？我感觉这个猛啊，是吧？这个可以。你可以打一下试试，扣动扳机试试。怎么？有水雾，有空气雾，
这个我要，好吧？哎呦！三个说对不对？真准啊！哎，我可以免费帮你把这个洗了，但是你把这个枪送给我吧。啊？可以。行，开始吧。还清洗挺干净。这才第一步呢，一会儿还擦呢。这个车其实是最简单的。行吧，这个普喜送你们一个。可以。可以吧？张小婉。哎。走开走开。你怎么这什么又洗车啊？我赢的武器。哎，刚刚那个呢？在那。你给我玩会儿吗？行，我把这个水装好给你这个。好，那我拿过去。哇，那么远，试一下吗？来。所以今天你拿着它指着我，对吗？对不住了。好，你来呀。你得这样。啊，你去。再见。再见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再见。今天我们有纸船悬赏，你们坐纸船在水上坚持30秒的，从这里滑到那边再滑回来。我们两个搭伙坐，我们合力。咋说啊你这个？我先歇会儿，没事，你们要坐两人的。对。看来很难哟。那你这个你报了几层还进水呢？四层吧。四层还进啊？嗯，多包一点。不是，他们两个人包了，方方面面都包了，他可能有的地方包漏了。哦，我一个人弄不过来很多地方，两个人一定了解。 OK。 啊，行，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我们那边有模板，我们那边有模板，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做的。我拿过来。就这个。嗯。我们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比着它踩不就好了吗？照猫画虎吗？好，这方法好。那这小婉姐姐看见一定会很生气的吧？谁呀？小婉姐姐，这是他们的船。她应该会很骄傲吧？我们在致敬她的作品。我们要更稳固一点啊，这个。好。那这样吧，对吧？他不可能有任何问题。
然后我再转。我，哎。够了，兄弟，可以。来，再抱一场，抱一场，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休息一下，你先休息。等一下。普吉哥哥，啊，普吉哥哥，哎呀，我现在有点听不清你们说话，啊，我现在有点听不清你们说话，眼睛有点黑，哎，要不先歇会儿吧？抱歉抱歉，我待会儿再跟你们聊，强哥，你等我，你等我，沉底一定要，现在刚三层。稳稳的了，完了 ，yes。来吧，好，我去了，我去了。那你先第一个测试吧，也适应一下。好，第一项测试，在水上坚持30秒就行了。好，坐下。好，你觉得稳吗？非常稳，哇，比我的人生都要稳。哇，威廉，直觉到，通过了，谢谢。那我走了。好，第二项测试，从这里滑到那边再回来，滑到那个最远的那边那个蓝色的那个。好。好，这个没有限时啊，小心。感觉如何？非常稳定。可以。William， 我们还没有给我们的船起名字。一帆风顺。那你说咱们叫什么？梦想不要停，对不对？好。做梦不要停。好。做梦不要停，做梦不要停，做梦不要停，冲啊！好的，可以了，从那里就开始转弯，回来。你们的纸船可以说是最安全的一个了，感觉比小婉姐姐他们的那个还要安全。你感觉是安全啊？加油啊，回来了，非常的稳定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挑战两个人下去。啊，不要。我要来个倒车入库。啊。哇哦，完美。回来喽。丝滑呀。倒车入库，厉害哦！呀，成功了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嘿嘿，哎呀，嘿嘿哈哈，嘿嘿，哎呀！你们要检查一下吗？你们可以抬上来。哇，你看都是低的痕迹。对，不是漏的，低的痕迹。厉害哦！可以可以可以，非常赞。呜呼！哈哈，泡泡，不怕。啊！哈哈，哎，白五爷，天宇呢？完了！别害怕，开门。你过来呀！你过来呀！你过来呀！哇，哎呦，要没子弹了。哇，追他，加油加油。什么？啊，对，是。哎呀，请你帮我防
啊，哎呦，哎呦，没子弹了啊，好了，没子弹了。爷爷，哎呀，你俩没有水枪，跟我玩不了，我去找腾哥玩。腾果，看一下，看一下那个水上蚂蚱。我去拿吧。水上蚂蚱是最难的那一个。我感觉我一定在水上会沉下去，因为那天真的试了一下。这海豚，哥，这不是，你要不试一下这个？这什么东西？这在水上轮。我图什么？行，试试，试试。穿好救生衣，然后到对岸就是200，200个。钱不重要，我就是要过水玩，这是男人的尊严。你要先把前面放到水里浮起来，然后后面一蹬下去。今天这天儿还可以。毕竟是昨天也下过水的男人，我要来挑战那个。哎，周周哥哥正在挑战中。可以看一下，可以看一下。会。腾哥，我们来了。你们也要吗？我来，我直接来。我先看看。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啊，周周，你小心啊！嘿嘿哈哈，嘿嘿，哎呦！哇！哎！哎哎哎！哎哎哎！回来吧，回来！你正一点，就正一点。我再试一下啊！周周，为什么你每次失败都一模一样啊？对，头不要翘起来试，走，你看又来又来。一、二、三。哎！对不起，周周，怎么了？快笑死我了！一秒钟都没有。我不换了，我不玩了。徐瑞秋，我可以说，你一点可能都没有。你告诉我一下，他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不然我不会沉到水里去了。注定失败。他刚才已经失败两次了。我试一试。我推你吧，你先把头掰正了。来，一、二，走。刚好试一下，哥。一、二、下。这个告诉你，这个滑出去那一下，就是给你个希望，你觉得你可以起来？来，准备啊！是他走还是你走？一辈子走。哎！我来试这个。等一下啊！就上一个脚就行了，然后后面一个脚是蹬出去。等一下，周哥，等一下。我不动，你自己来。对，等一下，周哥，你帮我扶一下。我扶着呢，一直扶。你让我先冷静一下。啊，冷静一下。冷静一下哈。好。两个小时过去了，等一下，周哥，我真的让我冷静一下。冷静。走走啊！等一下，对，有点紧张，等一下有点歪了。别紧张，有点歪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周哥，别，我在。好，你注意安全啊，宝贝。好。一、二、三，走。
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这个不好弄，真不好弄。不行，这个东西不行，是你试过了才知道，一点都不行。你说我当时一个人在下面，你们在说这样弄那样弄，来这边走，我有多绝望在下面。加油。明知道失败，但还是不放弃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摇滚。腿要用力的。鹏哥，我已经不想回答你了。我已经越来越接受失败的感觉了。我以为今天下来的只是一个开始，就是弄完之后我们可以上去玩了，没想到今天开始结局也在这儿了。结束就在这儿。算了算了算了，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快乐，是体验。啊，我推你吧啊，走。弟弟。什么？你腿咋不动呀？小西没事吧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太野蛮了，肉丝儿啊，你太可爱了，特别像个小虫子在那儿雇佣，我好晕啊！一二，走你！看不看？你真好。我先上岸，我涂个药，我的手烂了。啊？哪里啊？那石头哪里？这下是我最开始对吧？所以说，不要老想着赚钱，要享受生活，要劳逸结合。你上我这个吧。哎，我跟你一块能坐上吗？应该可以。我 OK 吧？哇！我们走了啊！不挤岛，不挤岛远吗？不远。去看一眼，真没去过那边。好危险！哎，我跟小婉坐前面吧。来啊！你俩。我俩来，我俩一人一边。一边。就看他怎么沉。对，主打一个。哎，对你把脚放到，哎呦喂！一二三，走你！哎，特别像一个杂技团的，水上杂技团。哦，我们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哎呦哦呦，哎呀，得劲啊，得劲，太舒服了。哦，这好像那种 CS 里面的房子。我刚自己没敢上。为啥不敢上？因为我那船不好上。哦，我也害怕。最后那句是大实话，好吧？别看我们少熙这么大一个，还是个小宝宝。啊，对。他现在只有14岁了。哦，这才是快乐呢。哎呀，看青山绿水。哎，小雪，小雪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周哥，求你。我真的有一种丛林探险的那种，我从来没有在这样的湖面上这样走过。嗯，不怕，不怕。哎，我好吓人哎！我就觉得下面要钻洞，有那种巨物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不怕，太吓人了那个。你们不觉得很吓人吗？我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我真的不要怕，有点害怕了，我要怕，我有点吓人。哎，
不要了，我们别说别说别说别，我真的害怕。哦，就这里呀、啊？天，太可怕了。我哦，哎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不带这么玩的，哎，不是，咱们说，有话好好说，兄弟，兄弟，我那车回来，兄弟倒车，可以，可以。哇，我阿水正，哎，这枪给我来一下，这压力好强啊，压力强，它就是水量，这不愧是100个金币买的。敢过来，我就把你！啊天哪！啊！堵住！没关系，我们就要挡住，然后走。对不起。天宇，快上上上啊！啊！啊！艾米、乐爷来了！来了，三二一，走！挺猛，还挺猛的吧？快，快！对，对了，这就对了。好，走走走！哎呀，坏了！哈哈，好，打得好，乐言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打得妙，打得你们呱呱叫！哎呦！缺水啊！没水了，缺水。不是，我们停战。不可能！啊，气死了！哦，出来呀！等他过来啊！来，你的枪呢？啊，你枪呢？啊，枪呢？你枪呢？啊，快跑！你枪呢？哎，快跑！哎，快追！哎，没水了。周周，其实现在这个天气你很适合水上蚂蚱。如果能换成小红花的话就好了。不是，但是这是你自己的个人线，周周、啊、你得最后完成，而且大家真的想看、哎、是真的想看，不是跟你说说。老妈，这种期望强加，怎么了？这是无形的压力。什么压力？你们要挑战水上蚂蚱吗？挑战水上蚂蚱。好嘞，来吧，加油。是，加油加油，挑战开始。干啥？啥也没看见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个，好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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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起步怎么下去了？跟上次那个露丝飞出去的一样。再来一下！哇哇，周周周周！两次就有味儿了，你绝对可以的！两次就有味儿了，哥，你必须行这次。我可以，你必能。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。One two three, one two three, 我可以的。我可以，我加油！我可以，加油，加油！哎哎哎，有一点痛啊，小心！啊哎哎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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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这样吧，你们差不多到第一个桶，我就给你们。不，这不是金币的问题，这是尊严，这是男人的尊严。就不相信了？我觉得这次我能起来了。可以，可以，能起了。来，朝这目标来。小马，你去那边那个山那等着。打你！我有那感觉了。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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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，来了。哎，走你！哎，有那感觉了啊。哦，有那浮起来的感觉了，我有那感觉了，来了，来了啊，走了，加油，哎，走你，哎，好，哎，哎，有力气了，可以的，这次行了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哎，闭上眼点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有感觉又来了，我走你，怎么了，走啊走啊，走啊走走走走。走哇哇救我！哎，你差一点就到第一个桶了！救我！哇！目前最远距离啊，哥！就差一点！我的脸，我的脸已经走了。身体还没走，哎呀，周周的脸已经走到山的那边了。怎么样，成了吗？还是没成？快了，快了。哎哎哎呀！哎呦，就差一丢丢啊！你们试位的时候，他那个前面那个都露出水面了，都起来了。它前面那个可以动的那个东西，什么？哎，你可以试试，先不问，你先蹬，你慢慢的那个膝盖弯下去，慢慢的不要用力，然后使劲一蹬，你然后再跟上节奏，也许可以。腾哥来一下，腾哥来一个，来一个腾哥。不好意思，我知道实情，但是我不知道实情啊，那个你们弄来吧。来。我知道了，走你，五，好像就是头太翘，哥，对，压住头，压头，华瑞先蹬腿，然后压着头再蹬腿，压住头再蹬腿 ，OK， 加油，可以的 ，Nice， 啊，哎哎哎哎。哎呀，小好心，玩都那样了，你还动了两下子，有啥意义的呀？这是尊严。那这玩意儿吧，真的是没啥。他是纯靠他给他提起来的。这玩意儿没有体力真不行啊，就是靠自己把他拎起来。我看着他们都累，但他俩已经很厉害了。就差一丢丢啊！怎么感觉火柴人，你好像比周周更领悟了一点东西。我觉得我会了。小心！来，直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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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趁热打铁！冲啊，小心！啊！哎呦我天，哎呦我天，都感觉把它蹬出火星子呢。哇你自己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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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早知道我们早来了。玛丽，玛丽，绝对有力量。太厉害了，这样的坚持绝对不是运气。没想到成功的是火柴人，因为练得最久的其实是周周。哎呀，不要，轩轩，腾哥，你大声说一遍，你大声，你大声说一遍。行行行，我不说，我不说，我不说。给他动力嘛，这怎么是动力啊？不要扎针了。哎，少师，嗯，最后走的最远的词，你是脚跟手同时走的，还是先脚后手，还是先手后脚？先滑出去哥。对，先滑出去，滑出去可以。然后看那个前副翼。他只要在水里之后，就植物感，它不是往下压，它是往上拉。脚呢？脚是你就跟着手走，脚不是主要的，跟着手走，跟着手走。哎，行，加油！争取也干到第二个。哎，哥，你必须行这次。哎哎，他不是脚使劲蹬，他就是。手脚，嗯，看落寞的周周，周周心里不舒服。现在有点乱了节奏，我们休息一会儿。哎，那俩人呢？不到岛那边了吧？虎吉去哪儿了呀？怎么还打了个伞呢？行吗？画风都变了，有点小情调没？有点小油腻。你这不是那个第一天那个垫子吗？对，我们就说像第一天一样自由。怎么感觉这场景感觉找搞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一样？是的，明天就基本上就是有结果了呀，大家也没有时间再来玩了。嗯，他，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开心吗？谢谢你，别说你那配一个那个挺好，就躺着就到地方了，就躺着咱就是。哎，我这太舒服了，我这甚至还有个枕头。爽吗？哎呀 ，This is life. This is life 呀。涛儿，哎，还有啥遗憾不？其实也没什么。是啊，其实也没啥了，抓紧在童话世界里边躺平一会儿吧。下雨了！加油！下雨了！哇哈！哇哈！我只是想找个地儿睡一觉，放过我。不会让你睡的。虎子没事，虎子别怕，有我在。你这就是除了目标谁都达到了。好弱啊！不行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来吧，决斗吧！哇！哈哈哈！云云，洗澡。啊！啊！为什么？哈哈哈！那不是。没事，我们来了。哈！陈少熙，你废了，我告诉你。我腾哥。哎呀，快跑，腾哥！我们太像组织员工来团建了，我们仨太像了。你又来了，周周。哎，最后搞一次，加油！最后一次，周周，哎，冲啊！我冲啊！啊！耶、yeah! ！太棒了！我知道感觉了，周导找到感觉了吧？找到感觉，太好了！我感觉到了，还是头翘起来了。太棒了，周周！我就像个水鬼，一天天的就净从水上水里出来。真的，真的，还搞吗？啊，还搞？我搞，没事，你别管我。哇！
再搞两下。甭管我，甭管我，我可以。趁热打铁，加油！很棒了，周周，很哇塞！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再来一下，那我们就回去了啊！走你！你真的是从天亮试到天黑。是需要特别费力吗？喝水吗，周周？哪有资格喝水？我得压着，不能让他下去，保持那个节奏。哎！啊！啊！很远了，你看你已经多远了，已经越来越远了。其实，最后一次，不要，没关系。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失败了，就算了。感动，对中国乒乓的精神，一定会有回报。看一下那个水上蚂蚱，我去拿吧。水上蚂蚱是最难的那一个，我感觉我一定在水上会沉下去。你要不试一下这个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那水上轮？徐慧秋，我跟你说。你一点可能都没有，我就买一个那个水上蚂蚱的指南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就是一直尝试水上蚂蚱，一直没有起来，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使用指南，我特别想看一下。我冲啊！啊！我走你！亲，亲，走，亲，走，亲！你这样，你再拿那个蚂蚱，我给你拍张照片。我感觉这辈子不太想看到它了。跟你的蚂蚱合张影。一、二、三。哎，太好了。走，咱玩去。走呗。啊！哎，走了。走。咱们离开这儿吧。走吧。哎哎哎哎！
趴着吧，趴着安全。我只能转圈儿。大意了哈，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怎么办？涛，我以为是那种很优美的那种。我周周过来了。漂移我，我好不容易过来的，我给你撞过去。虎哥来啊，到湖中央玩。我这个，哎，我这个是我的床，你小心，他这个气儿没那么结实啊。对对对。哎，呜。哎，周周，你把我推走试一下。我把你推到我们那边去。对对对对对。呜。我动起来了。单脚，单脚，好，哎哎，来吧，这比海涛快多了。哎呦，太好了！呀，周周厉害，周周，走你，给点油，给点油。哇，太爽了！哎，虎杰，你要不要船桨啊？我就是还来得及吗？等会儿去救一个。虎哥，这个是功率大于这个推动力。我想拿那个桨板，我换桨板。帅的，涛，我来了，去布吉岛看看吧。走，走吧。哥哥，你刚才滋了我一身水。是吗？你看，哼，姐姐，给我好好伺候，你看他，姐姐，你看，他，我给你报仇，好，刺你哪条腿？但他已经全湿了，他已经不怕了。对呀、啊，嘿，哎呦我来了呀！再见，再见。他那个机关枪也够厉害，我去偷袭，我去偷袭，你再拿一个去，我要去偷袭，我要去偷袭，我跑！哎呀哎呀，哎呀，快跑，腾哥！
哪儿啊？插这儿。你去拿那个枪去。那个加特林。好啊。加特林。火箭人来了。咱们等他上岸，咱们就突突突突。对对。哼呢，咱们等他上，咱们就突突突突突。我这个属于主打。咱们三个对他们两个，好吧？好，我是第一个攻击的，谁主打？你们在打什么妖魔鬼怪的主意？你们都是上来啊？上不来啊。里面有枪吗？在里面。你们敢挑战我这个吗？我来了。别他妈！快出啊！你这个厉害，腾哥，你省着点用啊！啊，腾哥，来！你这是泼水吗？这哪是水枪啊？三、二、一，发射！啊！小超，小马，你们怎么来？啊！啊！啊！小心！啊！哎呀我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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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